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，不对，不对，大少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回去，赶紧叫医生过来。是。秦劲风，你把小月怎么样了？你把小月怎么样了？放了他！秦劲风，他刚从楼上摔下来，你还要闹吗？ 大少爷回府。是。走吧，二少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赶到的时候，他就从窗口跳了下去，撞到了头，晕了过去。他自己跳下去的。对。 我一到，他就跳下去了。秦劲风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没闹够吧？小月，小月，你醒了。 你怎么样？梁伯伯，梁伯母，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你是谁啊？小月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 我怎么觉得，我好像有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那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，我收到了父亲的死讯。 然后我就买了最近的一张船票回来，再然后就记不起来了。我爹呢？我爹他真的出事了，小月，快点去找他。想不起来就不想了，没事的，有我呢。这不要想了，这是失忆了呀。那可怎么办呀？ 欧阳小姐看起来的确是失忆了，可能是由于遭受过严重的精神刺激，还有脑部的创伤。你不是喜欢玫瑰吗？什么时候种起出去了？玫瑰有刺。 不是人人都能养的，不像雏菊，天真淡雅，一世宜家。你说对吧，大哥？你叫我什么？你是我未婚夫的哥哥，我理应叫你一声大哥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 我应该记得什么？你应该记得什么？你应该记得欧阳老爷是被谁害死的，而你现在要嫁给一个杀父仇人的儿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小月，你什么都记得，对吧？ 我是你弟弟的未婚妻。 还请大哥自重。
人怀疑欧阳小姐是假装失忆。这样，你帮我去约一个老朋友。是。我来吧。 小月，你身体刚恢复，多喝点汤。谢谢。哎，佳浩，你这里有点脏。月儿，嗯，以后啊，你可得帮我多照顾着点佳浩，他呀。 都被我宠坏了，长不大。伯母，您客气了，我和佳浩马上就是夫妻了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对了，月儿，你那个二叔啊，至今还没有进欧阳家的祠堂，现在欧阳家只剩你一个人了，要不要让他进祠堂？ 这事还得由你做主啊。二叔的事，佳浩都跟我说了。毕竟是我二叔，改日找个时间将他迎回祠堂吧。哼，月儿还真是大度啊。我们家月儿就是心肠好，以后进了我们督军府，月儿呀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。 我们家浩呀，也不会让月儿受半点委屈。嗯，你们两兄弟今天下午帮我去银行办点事儿。是父亲，是父亲。月儿就留在家里吧。嗯，我约了个熟人，他们家呢也是做航运生意的。你想要重振洋行，就要依托一些关系。梁伯伯费心了。嗯，吃饭。 梁伯伯说，先生家里也是做航运生意的，特地让我来请教。欧阳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怎么，欧阳小姐很怕我吗？先生说笑了。 第一次相见，何谈害怕？头一次见，我对欧阳小姐可是念念不忘。你的身体啊，又软又滑，头发上还带着香气啊！<笑>我都说了，我不认识你。这里是督军府，还请先生方尊重些。不认识啊？那我们就重温一下。 兴许欧阳小姐又记起我来了。放开我！我都说了，我认识你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家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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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浩
你不能杀我！Thank you.